李先生，我怎么觉得你今天看起来精神不太好啊？白天工作压力太大，晚上又睡不好。那我一定要送你一个礼物，那就是思梦水晶枕头。这个枕头里面啊，有水晶毯，它可以释放水晶波，让你进入深度睡眠。我这就去拿。谢谢。你姐这个。李先生，你跟我姐都已经相亲三个月了，怎么一点进展都没有啊？你是嫌我姐老吗？她都48岁了，哪个年轻小伙不想找个小一点的、年轻点的、漂亮点的？你是干什么的来着？程序员。一个月多少钱啊？8000。8000够花吗？我一个人在洛杉矶啊，足不够了。有车吗？我有一台漂亮的日本车。日本车？你喜欢什么车啊？喜欢奔驰。我送你。啊？有房吗？我租房。租了一个大房子。没房啊？你喜欢什么房子？我当然喜欢别墅了。我送你一个，写你名下。送我？对啊。你说你送我房子？对啊。还送我车？对啊。还写我名下？没错。好好好，我们现在谈回正经事儿哈。我问你，我姐现在老吗？哎呦，这不老，一点都不老。来了来了，来李先生，哎，看看咱们这枕头特别好，让你整夜好睡眠。你看我们这设计，让你的头颈肩都得到完全的放松呢。太好了，谢谢谢谢。姐，李先生说啊，特别喜欢你，希望能马上跟你结婚呢。是，那太好了。不过咱们话要说清楚啊，我可是要80后的。我可是要80后的。你是80后吗？啊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？